买戒指吧。感谢润青的大飞机，谢谢。感谢润青。这把打亚索，打亚索不是很好打啊。感谢空城唯有旧梦在的大飞机，谢谢。感谢福星挑战的月龙门，感谢旧梦，感谢润青。打他不太好打，这个东西配亚索有点强，特别是两个人到六级之后。我的攻击很低，嗯，这怎么吹到的？尾巴吹到了，伤的血有点多。我的攻击只有40，但是我的被动可以附带魔法伤害。这次不可能杀得掉的啊，我们心里有数的，因为我有护盾，但他可能以为可以。他的打野在哪？我不太清楚。感谢北美小胖砸的大飞机，谢谢。好，咱们回家一波吧，这波线不太好吃了，再次危险。咱们有 T， 可以先买个药水。再买个小黄书，这个就不够了。酒桶这亚索到六之后我们就要当心了，他没到六级的时候呢，没到六级的时候呢，这个抓我还是稍微有点难度。想推完这波线就回家了啊，我们这波拦不住了，小兵太多。为什么他们叫你炮车一定要补到。我们也可以回家一波。哎，好。保证没有亏兵就好，打斗比较激烈。买个蓝水晕，好，他马上到六，我就不能这么点他了啊，会很危险，因为酒桶一来一个异闪，他接大我就死了。2-2。我们前面发育就好，这个英雄啊要发育起来，他就是个刷子，刷不起来的话是不行的，很弱的，不要过半盒，很危险。
他回家了，他没血了。我们球套在自己身上放大也是可以的啊，特别是打这种能够近你身的英雄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又赚一波兵线啊。对方每次回城的时候都是被打回家的，所以呢他这个经验值会比我少一些。这酒桶在，他们在干嘛？他六级了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六级的话就不要过这个台阶了，撞到的话我就会死。在塔下他是不敢来的，哎，我们就卡在这个位置消耗的话就 OK 了，就不会有危险。即使一套 combo 接上，我们也死不了。我看到他酒桶的位置了。好，上当了。哎呀，勾引再过了。我没交闪啊，我是在等他把往前再拉一点。时间滴答滴答就消失了。蓝 buff， 这个蓝 buff 我怎么吃？我要过去吃吗？应该是要过去的。好，我来帮你成长。这把他们后期阵容还挺猛的，我肯定要加强发育了。亏了一个兵，别怕，我在。哎，你上啊！啊，不亏啊，因为我是知道他有闪的，他身上有红蓝 buff， 所以我们要把他骗死。这波我收两个头还可以，咱们出这个了，刚好。这个东西出了就不能轻易死了啊，这个东西一旦死了就损失巨大。我有踢，很专。哎，卡住了，还好。这个线很危险，因为他的酒桶在旁边。赶快走啊！他的酒桶就在左侧。这波大鸟的话呢，咱们可以吃了，早吃早刷。这是跟不上了啊。
我开了一个 W 提速，所以他的亚索的大招距离是不够的，搞了个大招，好，我们现在把线控一下，刷钱就好了。在中期我是比较疲软的，前中期我这英雄都很疲软，因为没有装备的话他输出太低了，不停的靠技能打是没有那么多机会打的。就补刀消耗即可，还是一样，十分钟呢要有个八九十刀啊，就 OK， 把先控一下，不能被抓，这个英雄很容易被抓死。好 ，OK， 塔皮就不要想啊，这英雄吃塔皮很危险，除非你能够确定他队友的位置，不然不要轻易吃。很容易死，咱们先出个炉灯，这样的话中期回复和推线都会很快。亚索配酒桶的话，只要连招接上，我基本上是跑不了的啊！我这英雄腿太短了，而且没什么防御手段。上下路打起来的话也不要去支援啊，因为中期的发条支援意义不大，而且损失很大，还有酒桶很肥。哎，就用这个球刮它就行了啊，手很长，然后把线控住，这样的话又能够非常舒服补刀，也不会被抓。这酒桶来了，好，先控一下，哎，控一下 ，OK， 这样的话酒桶来了也不好抓。是的，我是武器。不要主动再去搞对手了，啊，特别是刺客，你不要主动这个去过线压他，这不行啊，很危险。小心酒桶啊，直接闪，不要犹豫啊，因为酒桶配合他距离很远就能追击上来，所以像这种直接闪。啊，回家，这波冲塔强杀的话是可以的，可以跟我换掉，但是我们没必要做交换。蓝 buff 应该是没了，有不需要过来，可以，翠神打野太少了，不太了解。以前也玩过，现在忘了。好，好像不需要帮忙。
OK。中期如果是一个军事的话，对我来说很赚啊。我们到了后期厉害，后期守长。哎，我来救你了，好像救不太了。我中期是没有单杀能力的啊，中期不行，没有什么输出。前期可以消耗别人。我们打野配合我也不好抓他啊，这打野不太稳定，而且我输出也不高。他的上路来了，在我的左侧啊，又回去了，他们打龙去了。我们就看情况，哎，队友要打我们就过去，队友不打我们就不去，这个也不好抓，走了。行了，撤吧，咱们把这装备出了再打架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我有一定的战斗力了，有炉灯了，输出会高一些，但不还不是那么强啊，还不是那么强，一个炉灯是不够的，要三件套。好，酒桶在下路。给灭了一波，可以接受。没崩就是 OK。再把我塔皮一层没吃啊，吃不了，很危险。好，他去上了，我们看到了，但这波我也不能吃。这波我也不太好吃，可以把这个打了。好，现在战斗就要参加了啊！我现在的战斗，套个护盾，先不要放大，往后拉，先拉开，不要成为第一目标，再给个大，再给护盾即可。哎，好，在旁边风筝，虽然输出不是很高，但也还可以。好，留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，没有蓝了啊，一点用没有了。好，这一波呢？不是说卖队友啊，这波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空蓝了。虽然我打了很多技能啊，但是你明显感受到我的输出也不是很可观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要到后期，中期的话只能有这样的输出。我们刚才没有被第一时间集火啊，这个很重要的，所以先拉开，拉到边缘输出。我们这个蓝 buff 要保证补刀，等我三件套之后呢，刚才像那种输出他们招架不住的。对面诺手有点上头啊，有点上头，离我还有3000码就开启了幽灵疾步，杀心非常的重。
好，我现在输出就够看了啊，够看了。马上鬼出一出就高了。啊，边缘输出即可。不要想着抢人头啊，这个举动很危险，交给队友即可。因为我是短腿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啊。有就拿，没有就不拿，保护，啊，就保护即可。看到没有？给护盾。哎，给个招。哎，你看，就我们存在的话呢，就会，哎，拉一套回来给护盾，绝对不可能追人的啊！我们可不是劫，可不是有位移的 APC， 他不死我们都不会上的啊！不管一丝血也不管，就靠队友，不行就算了，不强求。除非有闪啊，有闪的话倒还可以适当的追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打，要快。这个位置的战斗对我来说非常不利啊，我得先拉开一点。好 ，OK。我们发条非常不喜欢这种地形。好，撤，上路，先把鬼叔刷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三件套了，杀人术也算一件套啊，加鞋子。好，差不多，先给护盾，大招拉一下。哎，好，再点，好，没蓝了 ，OK， 行，交给队友，我们就可以走了啊。好，回家。第一时间先套护盾，因为你这个E技能啊，只要你套到了，队友身上，你就能混到助攻了啊。当然，前提条件是他摸到了这个英雄，就你的队友摸到了这个英雄，你只要给到他护盾，你就有助攻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一反应要先给护盾，懂我的意思。所以你看我十六层，第一个呢起到保护作用啊，第二个呢就是能够第一时间混助攻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的站位要求很高，发条只要被切死的话，那一定是你站位出了问题。所以每次战斗的时候我会很猥琐，对方看不到我，缩在最后面，但是你也不能拉得太开，拉得太开的话你给不到输出啊，所以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。好，蓝还不是很够，现在输出 OK 了。看不到人不要往中间站啊，很危险。好，先给一个，没给到，被，这不是我的失误啊，是这个风墙挡了我的E技能过去的那个弹道啊，所以导致看上去我很捞。他这个风墙啊，他没有办法取消掉我的球，但他可以挡住你的球的去向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我没有大了，我没有蓝了，但是我的输出还是有的啊 ，QW 输出还是有的，包括我的防卫。好，先给护盾，给 W 打一点血，给个 Q， 站在边缘，不要上去 A。哎，等下一个 Q 好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回家回波兰吧。灯也卖掉，钱不够。我们
上去播。蓝 buff 被拿了，我先进草丛啊。好，好，这个人头还是要吃的。他的医术非常快啊，脱离了我大招的范围，因为我大招呢，他的这个动作啊比较延缓，他不是瞬发技能，所以别人医术太快的话可以逃离出去。奥莲娜空大比较正常，所以呢我们在放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，团战的时候只要你捏在手上你不放，哎，那么别人呢就不太敢乱打。感谢陈天俊的幸福券1500个，感谢陈天俊，感谢感谢。所以你看我的团战会扣的比较死，火龙要刷了，我的走位要非常的猥琐。好，看到对方的位置咱们再上啊。哎，先给助攻给他上，我们可以时刻开大。好，距离不太够啊，球落到我的身上，看到没有。好，这波大招拉死两个，给个 E 技能，球甩过去，没有 W， 开个 W 杂音。好，刮死，给上 E， 会上助攻。好，游戏结束。好，追一下大龙和中塔。你们发现现在的输出就变得，哎，比较高了，对吧？对面有点扛不住。点爆大龙，他一个人是挡不住的。他们没有办法骚扰这个龙啊！好，真诺手来的话，基本上是送人头的。他不可能阻止得了啊，不可能阻止了，因为我们伤害非常的高，搞个闪现。好，这时候可以快速打了，因为他们人要快来了。感谢飞扬神图的大飞机，谢谢飞扬神图，感谢。打团的时候啊，这个防卫啊套在队友身上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他一旦利用闪现这种突进，很有可能把他球拉断啊。所以刚才你看瑞文在我给他球的时候呢，他想试图冲到人群当中让我给个大啊，我也感受到了这个意识啊，但是呢那个距离一看明显就拉断了啊，所以呢我们就没按啊，不然又是空大，会大在原地，大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好，再来个法穿棒，现在的输出就会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变态。即使一个这么肉的雷欧娜在前面也是能够一招打他一半，更别说脆皮了啊，脆皮基本上就没了，出绿甲也是扛不住的啊，绿甲也是扛不住的，但会比不出要好，不出是直接秒，出的话呢还剩一点血，还剩个三分之一啊。我们不要给机会，不要给他拉到或者控到的机会，先给个杂位。插个眼，永远是站在最后面的啊，不可能被第一时间集火。哎，我们永远打前排，给上护盾。好，大招不拉，这个时候可以拉，拉两个，拉脆皮 WQ， 哎，拉回来，输出给上护盾，甩上 Q 即可 ，W 刮一下，他扛不住，啊，好 ，OK， 这个输出非常的高，而且很讨厌，持续的输出。他不是打完就没了，他是一直有。这个杂音很快，杂音输出非常高，他加成很恐怖。我们前期的刷现在得到了回报，
啊，得到了回报。如果你前期不刷，你这个时候是没有那么高输出的啊。你打别人，别人可能就不太通，不太屌你，不太 care 你，那你就很烦了啊。